宽广明亮的空间，丰富完善的学习教材。这里可不是私立托儿所，而是国军、地方政府与民间共办的职场互助教保中心与非营利幼儿园。为遵循政府政策，国防部今年将在营区及社区周边开设31处幼儿园及教保中心，满足军眷与地方弱势乡亲托育的需求。官兵不用再为孩子上学而烦恼，孩子也能在合宜的环境下成长。我跟我先生都是军职，那所以说小朋友这段期间其实都是委由我的爸爸妈妈照顾，就是他的外公外婆，可以结合我上班，然后又帮他送他上学。那包含我其实也了解他们的课程，知道说他们也有很多户外的体适能活动，那也希望说设备会在越来越精进，然后也给教保中心一些鼓励，希望说在地的南投人甚至军人的小孩都可以尝试，说不一定一定要去念私托，其实这样的课程也是非常符合现代的小朋友的成长。最大的助力就是第一个，它交通便利，因为临近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场所，那我们住家也都在这个营区附近，所以对我们来讲交通是很便利的，那它的收费也非常的合理。那再来我们也决定选这边，是因为旁边就是我们的海军中正门的大门口，就有我们的海军的陆战队弟兄，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有安全感。随着镜头走进教室，可以发现到教室内的学习区在设计上别出心裁，小朋友能够依照个人兴趣找到适合自己的主题进行探索，透过玩乐的过程来达到教育的目标，让孩童能在快乐中学习，在欢笑中成长。这边中心的话，我们是采用主题跟学习区的模式，让每一个年龄层的孩子都有办法可以在他们的学习空间里面找到适合他们并且他们喜欢的一个活动来进行。在学习区的部分，我们就会挑选一些孩子比较有兴趣的一些操作的教玩具，让他们感觉就是来上学就像在玩一样。现代父母多是双薪家庭，难免因为工作而忽略了孩童的学习状况，但现在只要透过手机 APP， 老师每天都能利用电子联络簿将孩童学习过程回传给家长，在沟通上达到及时互通有无，父母也能安心在工作职场上。每天其实都会有发联络簿给家长，那我们是电子联络本，让家长知道说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状况，然后会附上照片连接给家长，让家长放心说他的孩子每天在学校的学习，然后也可以看到照片，家长可以回去跟小朋友做讨论跟互动这样子。请接牌。有些孩子在发展过程中，因为生理、环境等等的因素，学习的脚步会比一般同龄的孩子慢了些。在南投明德营区的教保中心，特别与台湾儿童发展早期疗愈协会共同合作，里面的老师多具备特教专业智能，能够协助一些特殊需求的家庭提供相关的服务与资源。我们这边呢，除了接收就是国军弟兄的孩子之外呢，我们也就是收一般就是家庭的这一些幼生。好，那当然因为我们是早期疗愈协会，所以我们有比较多的一个教保老师，他具备一些特教的这一些技能啊，这一些职能，所以我们这边呢也有收到一些特殊需求的学生。那我们期待在这些特殊需求的学生呢，可以一样跟一般的孩子在这里快乐的学习，那我们的孩子呢也可以更包容跟接纳其他跟他不一样的孩子。
国防部在民国109年与北市府共办大直非营利幼儿园，成为中央政府机关开办的首例。今年配合93军人节时机，办理迷彩宝贝开学趣活动，完善军眷照顾与在地托育，达到军人安家、军眷安心的目标。从军这十几年来，感觉很开心，也对这片在这块营区里面有特别的情感。然后小孩子也可以从这边成长，离家里又不会很远。那像现在这样子的托育的环境之下，可以让我们更放心，让小孩子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之下就读，对我们来讲非常方便，然后也可以减轻我太太的负担。很感谢这个基因教保中心的成立。后来在得知国防部的这个资讯之后，就决定让小孩过来这边就读。那也感谢国家就是照顾我的小孩，让我无后顾之忧的继续为国家付出。那未来家里的老二也一样会让他过来这个就国防部非营利幼儿园就读。但我们对他最大的期许就是他可以认识国旗，认识国家，看到国旗在天空飞扬，今天白日满地红，在天空飞扬的时候，爸爸还在为我们的生存发展而努力。